二，有话好说嘛。三。 我一个大夫，而你，我怎么？你这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比神仙还优秀的存在都没办法，我又能如何呢？那可是磨牙，你一手养大的磨牙呀，为了几个破珠子，你就卖了它？那你也去弄几颗，让我开心开心啊！他现在小命难保，你还有空想这个？哎呀，哪里要命了，不就成个亲吗？让和尚去成亲。 哎呀，这有什么？呀，收一收，文明点儿。我要不来找你，你就真不管他了。不然呢？要吃磨牙的是你，我急什么呀？这是契约精神。我也有契约精神啊，我熬了人家珠子。我不管，小和尚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切，不饶我？哎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。 陶瑶，这事儿要被陶都那位知道，行了，当年磨牙在金佛寺都没事儿，还怕这个？难说，那地方连我也无法靠近，恐怕小和尚。等等，你可是阴阳两界来去自如的大蛇妖，区区人间还有你去不了的地儿。那地方，你不会是没吃饱吧？要不来碗粥？那地方有股怪味儿，让我反胃。反胃？难道？ 你吐到无法靠近，这世上居然还有比你写的诗做的饭更恶心的东西！啊，你敢打我？哼，打你怎么了？嗯，你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家了？人家好疼吗？ 这么多肥肉，哪里会疼？少啰嗦，快走！等等，我再喝碗粥。这孩子几岁了？下月便满5岁了，但怕是……行了。这些怎么，嫌少啊？ 不敢，不敢。除了我们，谁还会受这病娃子？是，还请您让这孩子过几天好日子，我这做爹的也能安心了。嗯。